제 이름은 똑바로 읽어도 거꾸로 읽어도 우영우입니다. 기러기 토마토 스위스 인도인 별똥별 우영우. 非常律师云英无在年终播出时从开播 0.9% 到最后创下 17.5% 超高收视率，被视为今年韩剧大黑马。순양그룹진양철회장님의손자진도준입니다。没想到年末又冲出一部话题韩剧，财阀家的小儿子从开播首周就破10%，最新一集是4日播出的第八集，收视率冲上全国19%，首都圈21%，成长幅度超越非常律师云英无。目前还有八集尚未播出，被看好可能超越 JTBC 电视台历年的最高收视记录。而目前最高纪录的是《夫妇的世界》。南韩网友认为，在世足期间，该剧还能创下如此好的成绩，相当惊人。更有网友说，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不管是隔壁桌的还是厨房阿姨们都在看。日前宋仲基为回馈演员群的辛苦，抽空请客。同剧演员金道贤在 IG 贴出13位演员的聚餐照，气氛欢愉又热闹。